老王看价格猜百万武器，再展示个梦幻西游第一三特殊。估计是又出无级别了，69级的天宫能出的也就是无级别了，一样的加成刚出啊，无级别2月13号昨天出的，100万的枪伤害咋地得过900的话再减去宝石，出伤的话得达到760加啊。这把武器不打宝石的伤害要760加，除了法器以外啊，就一定要760加。摆100万的枪，还是瞎他妈摆，还是真的能值个100？牛逼草，无级别加水星，卡素天宫。武装冠啊，有人说不能拆，能拆。这把武器应该是纯太阳石比较好。要是130以上的鞋子、帽子、项链啊，100就稳了。武器肯定是到不了。老板，这把武器啊，100万呢，首先是不可能，其实50万也不太可能啊。所以说价格呢，你就可以啊，直接先对半就行了啊，对半就行了。然后呢？下次再摆的时候可以把强化石用那个精致四十锤把宝石给它彻底敲掉啊，干干净净的。这把武器根本就没人带过，耐久度啊为500，孔也没开，牛逼啊！我操，这三攻出其不意加虚弥加一致加金鸡法爆八技能可以打伏战的啊，出其不意虚弥啊，手持一速镜台妙题超高速度超高资质直音一致加金鸡法爆完美技能，哎呦哇，他们牛逼！三特啊，三特涂山雪，化圣175可以携带，1515的灵力，其实没有一致是 OK 的，因为你出虚弥的时候没法保证前面一定有宝宝，缺一致等于不缺技能，这种宝宝只要一回合没有神佑也是 OK， 所有的输出技能在没有一致的情况下确实是拉满的啊。这三公队太嚣张了吧！这三公队，我操！这三公队全是伏战级别的宝宝，林中鸟啊，这只竟然是纯刷任务的，杀人力劈，一拳超人，这号我感觉我见过，可能以前不是这个名字而已。没有地狱烈火啊，没有水漫金山，没有水漫金山挺好的，龙神杀水漫金山效果不好。来，咱们的宝宝是没有一致的啊。第一回合呢是没有效果的，第一回合随便就是天崩地裂主怪吧，给主怪打三的夜舞倾城全场一速再额外增加15%，来了啊兄弟们，先来一个能叠加一致的啊，咱们记着截图，先截图个1400有一致的啊，看一下他能不能比有一致的数据高，这是现有的巅峰38000、65000、7000，然后这个时候要召唤一个没有一致的宝宝啊，来看一下没有一致的宝宝直接出来，再来，这下是不跌一致的，我操，15000、16000啊，15000、16000、3900啊，这是拥有出奇制胜的宝宝啊，当然这个15000和16000出现的法爆也就是3900、7000和8000，也没有那么慌啊，没有那么慌，还有一只啊，这只是能跌一致的，这个4300啊，单纯以主怪的输出是看不出来区别的，石木林法防肯定高，进入单挑模板，哥能配合一下吗？把宝宝出拳，然后别杀我，好，这回三只宝宝都是没有叠一致的，来先看第一只没叠一致的，直接出瞬击法爆，出其不意出其制胜1900啊，这回合出奇再秒1900、1100，波动太大了，来换一只啊，这是一只，也是一只没有叠加一致的，只是少一个出奇制胜，看一下这俩数据差多少，刚才一个秒1900，一个秒1100，这个暴击秒1900，也就实际上秒800，1000，能理解为出奇制胜的上限很高吗？哎，也不高，这下899了，出奇制胜就那一回合生效，对，哦对，出奇制胜就那一回合，我操，那高好多呀，那一回合秒2000，直接他妈高100%！你看这种正常的宝宝1200啊，正常1200。
来看这只，这只的话应该是1100暴击两下，1450。哦，那就差不多啊、哦，差不多了。其实只有一回合生效，不要高神，它没有高神的位置，它只有高魔心的位置。它要选的只是高魔心和高级意志，高魔心20%，高意志10%。而且你出须弥的时候不一定前面都有宝宝，所以说它这只宝宝现在就是七级能力最好的，没法更好。象形我好喜欢。来看我出奇之胜，希望你能多活几回合。出奇之胜来了，爆他个8800，开心麻花9298，我操！来，先给你们看两层一致的，先给你们看一致的输出啊。这个是加上一致加10%的，打主人啊。如果暴毙自动除以二，1774啊，除以二，1774啊，除以二是887，有一致887啊，法连不算，2206除以二是1103，一致是永久的，接着加血。1247，他其实剩的单位少，秒的就多啊！怎么越秒越凶呢？我操，这宝宝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越秒越暴力呢？哎，为啥越秒越多呀？1643，怎么回事？为啥越秒越多了呀？1181，你也没有龙魂呀。1 2 3，波动好大呀。来看一下，来我们来一个没有一致的初期之胜，让你回到快乐老家。1844，好像也没啥。6700，2500。好啊，在绝对，为了绝对公平啊，咱们不让他一致生效。怎么说一致没生效？哇塞，差距好大哟。2000-1500，能看出来数据还是高一个层次的啊，兄弟们，上限高好多。这几次没有，这几次这三只宝宝还是他秒的最多啊，无论是暴毙还是不暴毙，就那一回合一定是爆很多的啊，可以的，老板啊，牛逼牛逼啊，这是这个三公走在了五神坛的前面。